好像少了什么。嗯，なんか物足りないんだよね。对，真是我的味。みんなチョコリーズジャリエミ限量开卖，品尝我们私推的巧克力。跟我们一起找到专属时尚，专属我的味，时尚最对味。Conus Nina Chocolate。耶！太厉害了，第十一位。上一次我来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好像是28岁，第二次来是58岁。哇，30年前。30年前，我记得以前我来的时候，前面是全部都是停车场。哦，那个还没盖。没有盖，那是很大的一个停车场。他那个时候有这个吗？那时候应该是有吧，好像我已经不记得了。你那时候是带威廉吗？没有没有，那时候我还在青少年的时候。哦，青少年的时候，青壮年，所以你顺势来约会。哦，那时候可能是来玩吧，第一次来迪士尼。想不到你30年后也是来玩，也是来玩，太有缘分。而且你看哦，只要到了这个乐园，青春的气氛，每个小朋友都开心的那个脸，他们在校外教学，真的是很开心。你有被感染到吗？完全感染，这个就是一个你知道 Wonderland， 让大家充满了希望。所以我们可以沿路听听老司机回忆一下，说，哎，这个当年有没有？那个当年有没有？像请问这个当年有吗？我真的想不起来。对啊，怎么会记起来？太久以前了，我都忘记了。忘记了。我只记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你只记得停车场？完全不是里面的。然后我记得晚上会有游行。哦，那个时候我记得白雪公主还年轻，还蛮红的，还蛮红，还有花木兰的嘛。哦，我还有个花木兰心。当然了，木兰里面还有一个木须龙，木须不须，像那只龙。你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滑雪的那个《冰雪奇缘》。哇，这是哪有伞的？哦，你知道了很多哎。Let it go。所以台哥，我们今天呢就要去看游行，还有烟火。哇，刚好台哥可以比较一下跟当年的游行，看有什么不一样。当年你有带到游行结束？有，那一定要看游行啊！因为之后还年轻。没有，我是从年轻就不敢做任何的游乐设施，我都是用看的。老龄团。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参加过米老鼠我家还有米老鼠70岁的盘子啊。哇，70周年的。现在米老鼠100岁。我现在拿，我拿我家那个70岁盘子给你们看，要不要？对，哎，你那个要保存好。哎，我现在用70岁那盘子在装菜啊。你不要再装菜了。我怕会 kick 感，那个会不会？不会，就在我家，我拿来给你们看。那如果上面写70，哇，你这次可以买买100年的，你要珍惜那个70值钱，值钱吗？万一威廉说不好吃饭了，一个脚裂掉，哇！我跟你讲，这也不是第一次，我曾经有一把。算，台哥是有很多奇珍异宝，他也曾经拥有过和氏璧。这个故事就不太方便跟你们分享，要分享吗？不要再讲了，赶快去乐园，来享受这个奇幻的世界。然后跟不要再讲，跟三妹妹说，今天晚上除了和氏璧可以看，明天一整天我们也是在迪士尼。耶！开心，我最喜欢这个神仙。没有，这个不只是小朋友的梦想，也是大朋友的梦想，更是老人回忆准备投胎的梦想。不要这样说，懂意思吗？一次台哥来这边，喂，还早嘞，还早，台哥来这边享受一下这个年轻的气息，充电一下也蛮不错的。哎呀，你们今天三个呢，今天加明天就一个任务，只要能够带到台哥做到一个游乐设施，你们算功德圆满。好了，没问题。哎呦，不行。好，那我们要来开场，来进去要出发了。好了，那就 Disneyland，Let's go。Yes。不得了，马上就要游行，这是我这一辈子参加游行。哦，我上次参与也是坐的，但是我是在花车上面。哦，花车是在表演者。对对对，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在 LA 有游行过吗？已经过了2个月。厉害！我曾经在加州的街上这样走。真的好强哎！走了2个钟头。对啊，为什么可以？我跟你讲，那个故事跟果果那一集里面有提到，重点是说今天托台哥的福，
我长这么大，我没有在迪士尼坐在椅子上看过，这辈子没有，很像阅兵，你知道吗？而且是在美国，对啊，而且只有这么一小区哦。对，毕竟你看哦，距离台哥间隔不过20个位置，已经坐在地上，就只有这一区。难不成这一区申请的规则是具有严重三高，不宜久站？当然我们有2个名额，所以你们就会因此鸡犬升天，大家就坐一起坐了。台哥，谢谢台哥，谢谢台哥。有什么好高兴？哇哇，三公真的是太可怕了。现在如果再一人发一个气球就完美。谢谢台哥，不用谢。因为我真的没兴趣。我们有兴趣。有兴趣自己去买。可以吗？可以，你们自己去买，我都同意。我想现在进入迪士尼魔法的世界，你们都有看过阿拉丁吧？有。搓神灯就会实现愿望，一直搓一搓，等下大家就有。神灯现在在放假。出来大神灯。神灯这几天不行了。真的不行了。这几天不行。往哪里？这几天不行。有点晕。有点晕。最近吃高胆固醇的东西太多，可能下午吃的那一餐吃的那个。我心好差。是是是。好像有点紧哎。我超高超哎，没关系，捏一下。别睡觉都睡左边了。Calling all dreamers, come one, come all.然后意犹未尽的感觉，一直会全程都是微笑的，好不好？而且我跟你讲，这个位置真的不得了吧，真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们打招呼，对，太猛了。刚刚还跟那个吉道长 Peter Pan， 这辈子没有遇过这种待遇。然后我觉得 Peter Pan 很聪明，他跟年轻人击掌，看到我略过，略过，他就走了。没关系，会长，哦，也是会想稍微听一下 ，OK 了，真的是，他们那种笑容是真的，好像发自内心。被感染，我真的被感染。很辛苦，真的是一个梦幻的国度，来到这边就会很开心。回票价，真的，看这个就不得了，不得了。Mickey， 晚上长长漫夜，是不是很无聊？对，虽然说最近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很容易就睡着，但是我会半夜醒来，然后就会想说想看个东西。我跟你讲，在国外啊，我们现在是在 LA， 现在迪士尼旁边的饭店。那这几天我们一直观察下来，好险有 Surfshark VPN， 让我们没有空腹之忧，可以无限的看影片。但是呢，现在 Surfshark VPN 啊，它除了一般的影片之外，连 YouTube 它也可以帮我们跨区，就连手游也可以帮我们跨区。所以有些地区限制，你想要玩，比如说日本的啊、台湾的手游，对，可能就在这里就可以玩。对，而且重点是服务很快，就是你要弄它开什么时候都很 OK， 因为它有100个国家设有3200个伺服器，所以它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快。重点是它很严格的去防范。追踪你个人的资料啊、记录啊，所以会保证你的个资的安全。然后它现在呢，有一个最新的东西推出了，什么东西？是 Surfshark Antivirus。
就是防毒的。对，就是呢，它其实会保护你啊。如果下载 APP 啊，还是干嘛的时候，它如果是有毒的、有恶意的，它也会跳出通知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不能下载一样，然后就会让你在设备上啊都可以安心的使用，不会在国外下载到一些有毒的恶意程式这样子。然后还有你的手机，其实只要如果下载一些 APP， 那 APP 没有先问你说你要不要开启你的摄像镜头的时候，它会帮你自动开启，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这很可怕哎！这万一不小心在镜头面前，可能不小心拍到换衣服什么的。刚刚提到的这个新产品呢，也可以帮你把这个东西把关，让你安全无疑的使用网络。人身安全，网络安全。这么好的东西呢，下面有优惠吗？好不好？啊，大家出国都可以使用，或者是在台湾也可以使用。你可以就是看国外的网站，对，超级方便又安全又快速。Surfshark VPN 办了，谢谢 Surfshark VPN。好了，想不到吧？晚上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秘境，知道这是哪里啊？新站的酒吧。你们要反问他说，知道这是哪里啊？知道在哪里吗？星际大战新的地方。什么啊？我不懂。核心什么意思？最近才做起来。内容到。我看不如这样吧，拿两队这个小有了解，就让他为四位说明一下。早知道你就快点讲，扯了半天。这个是迪士尼这一次最新的，它就是星际大战区。然后它仿造整个星际大战，它一到七集的主要场景就是一个酒吧，那个酒吧是非常经典的。天行者入客第一次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遇到所有的伙伴。那等一下，这个人会出来吗？有一个这样子，有假霸，那个叫假霸，还有酋巴卡。你都知道，我看了。就算海哥你没看，他这个造景是不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不错？很有氛围。这很可能是在某个星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另外一个星球，可能是这样。那赶快让台哥去里面体验一下，看一下，好不好？阿巴塔的里面有打。不是，不是啊，阿巴塔，我运动的人呢。阿巴塔有点累。丘巴塔，丘巴塔 ，That's right， 丘巴塔，那是阿巴塔还是丘巴塔 ？Let's go， man。这个应该是他那个吧？宇宙魔方不是，是他们的原力石。买这个给威廉。这第几集的？这个是前面的。那他应该会蛮开心的。弯弯弯，我们来互打，华妹互打。很像唐吻的，对啊。他想说，我们现在来到最经典的千年一号，太后面，可是吗？连我们都知道哎。对，他的副舰长就是丘巴卡，丘巴卡讲人话，丘巴卡的指挥。巴卡。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千年鹰号是不是这样写？对，大哥，我们这是录影现场，我们这是录影现场，不好意思，你进来了就不要出去，在那边。我们刚刚去看那个星战的那个周边产品的店，对不对？连台哥哦，他都差不多买到3-4样，要做得非常的精致，让台哥爱不释手。而且你看到外面的广场，每一个小朋友都买了光剑，在那边拍照圆梦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说不定你拿台哥忽然间龙心大悦，一人一支光剑，就是有可能发生。他端庄的说，没有没有，没有，笑死。听说 Star Wars 的那个最好玩，我开玩笑。有人期待，好玩的。那这个是恐怖吗？这个是好玩的吗？没有到恐怖。你哪在？因为我朋友说来这边一定要做这个，最推荐这个。就是你参加了他的星际之旅啊，坐上千年一号出去。哇，期待哦，期待哦。再看一次所有的星际，对啊，刚刚那晚来不及，真的。10分钟就要烟火了，好，赶快去看烟火，走走走，来看烟火。
太好看了，太感动了。今天我们是下午来的嘛，对，进来就已经感受到一种很快乐的氛围，然后一直到 ending 的时候，今天又看到这样的烟火，世界级的烟火，真的一定要来，真的一定要来。它的音乐跟投影跟烟火配合的太棒了，一等一。我们现在心情已经 max 了，但是呢，我们迪士尼的旅程还没有结束，明天动七动动入口集啊！玩起来了。可以回到一开始吗？初心不忘。Yes， 我们明天就要回到一开始了。耶！谢谢大家。耶，明天见。明天见。再见啦。感觉很干呢。就是觉得脸很干。我跟你讲，这边天气真的很干燥。我来到美国，已经两个礼拜了。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皮肤一直在脱皮，干裂到不行，嘴唇也是干到一个不行。好险又有干爹赞助我们一个非常好用的产品，就是这一瓶黑头八一洗面乳。洗面乳？黑头八一哦，黑头拜拜的意思吗？对，我跟你讲，它除了可以去除黑头之外，你洗完之后呢，你会保湿，然后不会感到干涩。在这种美西的这边干燥气候里面，最适合的一个洗脸圣品哦。很清爽耶，洗完更漂亮，很 OK。女生啊，因为还要一直化妆的关系，所以你除了洗脸之外，你还要一个东西。好，看到了，就是这个肌水润保湿面膜。你只要这两个搭配一起使用，对不对？你在这里再也不会有脸干裂或脱皮的问题。这就是这样。哎，我都带走了，谢谢。因为这边真的很干燥。我跟你讲，旅行小叮当，我们下次见。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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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了，现在要来吃一个不得了的早餐。你看这后面这种粉红色系，就是我最喜欢的感觉。哦，你最喜欢这种感觉？来嘛，这个粉红色系，你知道，就是那种整个粉红少女心喷发了。我想第一次的体验，通常都会在那个迪士尼专属的饭店里面，然后那些明星会来陪你吃饭，是第一次到园内，亚洲人没有试过的体验，很酷很酷。这个早餐就算再咸了，我们都要把它吃下去。喂，我看你是不用担心了，因为听说里面是 buffet 哦，自己选。有超多选择哎，这早餐可能本公司的规模，以我们的蝗虫度来讲，应该是吃不了的。所以刚刚他留下来令人那个玩味的一句话，说尽量吃饱一点，这样的一句话。那个说今天就是这一餐了，这一餐最后一餐。现在才早上七点，只有这一餐，撑到晚上九点，太狠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希望我们有四个胃可以储存一下。哦，少女心喷发了，少女心，少女心 ，OK 了吗？不知道在里面遇到什么明星，很期待。哎呦，真的。哦，你说是他们的明星啊？对，跟我们一起吃。对啊，他会来闹你。这样子，我说哦，台哥，他会讲话吗？哦，台哥，吃荷包蛋。想当老鹰。老鹰怎么弄忘记了？哎，你要买的吗？一百多。哎，这样是台哥百年呢，哎，他是一百周年，对，为什么每次都要？哎，想跟我拍照吗？明星，明星，明星，他戴比较好看，他戴比较好看吗？没有，没有，没有，温妮裳戴比较好看，温妮裳，温妮裳，这个。可以呢，可以呢，可以呢。耳朵烂掉了，好烂掉，好烂掉。哎，杨恩厂的这个。干嘛？你干嘛心虚的？没事，心虚的看一下这边，怎么了吗？现在很紧张，现在都要心里没事就没事。就是为什么我心里怕有事？吃完这，哎呦，真的呢，小欢迎你，照相照相，你还蛮喜欢的哦，哎，不错不错，最后我们还是要还给玛丽亚。应该喝个。吃完这，今天怎么了？耳朵烂掉，为什么一直都是心里有事？怎么会这样？你这样是好的啦，战战兢兢的。对他们俩。都会有事，放心，没事，你放心，你放心，你很放心，好了，各位呢，那我们就准备去吃早餐了。好，哎呀，吃一个好的粉红早餐，跟明星拍照 ，Breakfast， 在那边拿那个 ，OK， 你不要一直看着心情啊，不过你这样一直对着我干什么？奇怪了，然后你对着我，然后他这样，什么意思？啊，好了，粉红早餐，粉红早餐，来，走走。快跟
OK OK Thank you。进去的印章都是 mini， 然后进来的时候可以拿，拜拜。可以吃早餐，可以跟 mini 合照，然后有这些东西，很值得。幸福。谢谢，哇，好棒 ，Thank you。See, it's a wonderful omelet。哇，它蓝莓也太大了，像珍珠哦。它蓝莓超大颗，好大颗。比奇头都刮风。我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迪士尼的可可啊，看起来很好喝哎，我喝可。发现两片比较好看。未来美国最好的一餐，对，早餐，早餐。因为我们早餐其实都很匆忙，我们这时候早就已经冲开了，对啊，就可能是我们十几年来第一次坐下来吃早餐，就是可以比较悠闲。对对对对对，有些时候早餐我们七点半已经马已经骑出去，我再掉一块肉就走了，走了，对啊。忘记我们吃了。没有，就是都是一样的啊，肉排啊，就这一次才这样子。看他们都已经夸到一个不行了，真的很好吃哎。跟你想说好吃，一定是没有问题。对，问题是很少吃到。对，如果台湾小朋友来的话，应该也会很开心。对啊，我会刺激台湾的小朋友要好好学英语。连我都要想好好学。可以啦，不选外，这次来就会好想要听懂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点是这样，他回去一天就忘了。试过，试过。总报，总报。Part of being on a VIP tour is you actually get to do fun things. So, for example, Philip and I actually have special VIP. Wow. Yeah. Awesome. And you can only get these on a VIP tour. Wow.Yeah, yeah, yeah. See, VIP. 然后上面是有100周年的证明。VIP 耶！そうですね。高台さんの活動不用排队ですね。はい。那是光年，我玩第一个游戏。哎。あのね、どうしよう。これ私下面だよ。这个可以，不会上下，坐着而已。这个好像还可以。这个可以，不行的我会跟你讲。你每次讲的都是不行的，我会跟你讲。You'll rendezvous at Planet Z. I'm going to remain here at Star Command to coordinate the mission. 啊，是有涉及吗？是有涉及，但他没有安全带啊，还是代表高安全？如果前面变了，我就再也不玩俄罗斯。你会玩到下辈子，真的吗？对，我 OK 的。那是我们一路上的，那是我们。
分，他叫我们打招呼。哇，我们被 scan 了，扫描，我们是外星生物。没有戴眼镜哦。它会一直转吗？不会，它是在原地，可是它会让你一直觉得在前后上下的有冲击感。它在原地哦。对对，它在原地。我去旁边好了。然后我觉得你打嗝蛮好笑的，来吧。在这边打。你要憋气，试看憋气，这样吸一大口气，然后憋住，用力顶开你的横膈膜。试一百。我觉得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有机会了。可以，恭喜治愈成功，很大，太好了，而且越来越刺激的感觉，所以下一个是台哥就不能玩了，台哥这个已经没玩了，这个已经没玩了，没有啊，但这个蛮好的，是因为他说这里面总共会有90个场景，所以你每一次来玩的时候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旅程，对，所以是你一整天其实都可以一直来做这个，你都会是不同的感受，好用心哦，对对对，还有特别介绍，好，那我们就往下一个出发，好，下一个出发。哎，我穿好嘞，对，刚才有用哎，对啊，把横膈膜撑开很有用哎。当然了，因为打嗝就是横膈膜的抽筋。说，是我刚横膈膜吓到，就把它顶开，横膈膜吓到。哦，就松了，原来是这样。我想这个好像是传说中的太空山，是的，是呢，我喜欢的，好像是蛮强，很强，专家吗？这么强的，应该参加这个 course。我上辈子就是栽在这边，就不能再去了，不能再去，不能再去。是心脏还是糖尿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大家俩说，如果连这个都做不了，就不用混，因为接下来的更猛。因为他感觉有用 label， 第一个干是这样，色嘛，他感觉就我只有那个，这个就哎，他很贴心。这也是可以。但是如果到千年英号才可以步入任何，你就要做一下。千年英号不行，你才可以跟威廉。不用，没关系。好，那我们就派出三位女杀手。可以，我最喜欢太空山。真的，不相信。真的。哎，你忘记我高空弹跳？再拍一次。中气十足的拍手，相当短。拍起来大声就好。All right, go ahead。不重要。Go, go, go,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泛着泪光，不是，那是风吹的，放屁，真的害怕，对不对？不怕，超想再玩一次。再问他，害怕，对不对？哎，就没跳过，很好玩，但是有风，也有人气，可能太长不太适，对，会吹风了。可能要先喝布斯，对，喝水，这种太刺激。大胆样子不用访问，因为他就是哎，我觉得还不够刺激。哎，大胆样好恐怖哦，他是很恐怖。刚刚我们的那个很好笑，我有笑，我拍的照片给你看一下，这个 Winnie 也很。
还好没有去，我去我会死掉，我就不行。好了，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啦。好，好，没问题。下一个好，凯哥，下一个凯哥你可以做。不用不用不用，你在什么？是寻找尼莫。不用不用不用，是鱼。不用不用不用，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寻找尼莫走。好玩好玩。好玩吗？真的真的。放屁，哪里好玩？你讲。他那个速度感是平常体验不到，天分就完蛋了。你刚才讲的速感平常体验不到，我连平常的速度感都快不行了。你还要稍微开快一点，还有慢一点。没有没有没有。开车开慢一点，还有摩托车尽量不要骑太快，那风一吹过来，整个速度感不行。他说才跟我只骑40，我就只能来这个地方体验。只有这样转一圈吗？没有，没有高低差吗？哎，我看到俊杰我就放心了。第一次坐这种下去，哇，好酷啊！结合那个投影，然后还有那个气泡，而且这边会有一种让你进入梦乡的感觉。你该不会睡着了吧？这真的会睡着了吧？我也睡着，在想未来吧。该不会有照片？我这里刚好有照片。眼见为凭，秀出来看看。是的，那个没关系，不相信有这种事情。我跟你讲，去的好完整。不行，这个不行，这个真的不行。这要打，这打一下马赛克。这个，刚你讲一下，刚里面。刚刚里面我觉得很像在看那个 Finding Nemo 整部电影的浓缩版，而且很沉浸式体验。我刚刚都一直在沉浸式体验，超沉浸，我都浸在里面。好了，那个听说下一个很提神，好，看什么？只有 LA 还有的游乐设施。哦，就这个吗？学生叫什么山？什么什么 Mountain？ 那你们就去了。好，哎，这个可能蛮像泰森。那个灯有点像泰森，对，感觉台哥可以做这种眼睛。这是美国才有的，所以。啊！皮的啊！OK.
改装过，这不是一开始就有。我可以玩的话，就是表示全世界人都能玩。真的？啊，你刚才的体验觉得它突然一动的时候，你们吓到？还是有点一点点，那还可以，还可以。它的那个车是没有轨道的，对，没有轨道，磁铁吗？对，这技术超级高强。你知道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去年才用好的，哦、这是最新的。它那个呈现米老鼠的脸的那些背景的技术太高端了，那个太强了。对，它是从来没看过的，做造型外加投影的，哇，就是、太强了！它做了一个技术已经太厉害了，太强了，太强了，这个真的吓到我了，对，强强强。哎、欸，这里的真的很棒哎、欸，你可以在这边喝那个汽水，有没有 Sprite 手榴弹版？哇 ，Sprite， Let me try try 啊！你喝冰的吗？ No problem。你不能喝冰的、啊。我准备了吗？什么时间可以？哎、欸，这个不是重要的，这样子会漏出来，小心哦。Oh my， Coke 的水。第一次看到这个，买这个造型也蛮开心的。对啊。虽然这边的完全就是跟星际大战全部结合，对 ，OK， 星际迷呢真的是可以来这边疯掉玩一下，真的。昨天是晚上来，你还记得晚上的感觉跟白天完全不一样。我刚刚以为是不认识的地方，说的是昨天来的地方。希望你从白天待到晚上，对，这个雰囲气真真气概吗？真真气概吗？然后待完以后呢，再去看烟火，对，哇，这一套旅行真的不得了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去千年一号，千年一号，那个玩那个，麻烦你们帮我们坐一下千年一号。这个不可怕哎、欸，没关系，你去。台哥，这个可能要玩了。对呀、啊，真的。这个好像不是我们想的。没有，因为他有戴眼镜，不用戴，不用戴了，不用戴。真的真的。因为他也会做。对。要走了，走了，台哥 go。OK， 你当法师，你没有选职业的。对。你们四个人，两个人开，两个人设。OK， 那我来，两个人开车，那我们处理。好 ，OK。凯哥开车，真的开还是假的 ？No， 假的。没有真的开，他会往你的方向。对，但是不是真的，很像电动游戏这样子，不要怕。没事，可是要不要当 sniper？ 不行，开车比较会分散注意力。OK。高超了，你有没有盲开？我直接开什么盲开？真的假的？你有什么机会可以开太空船？对，他难得，这么难得的机会，很珍惜。然后这样子，但是左右一直没办法控制。没有，我跟你讲，我早上忘了喝桂枝汤稳定我的心血，要桂枝汤加上。我们跟观众讲一下，他是六个人一台飞，一台星舰，然后两个人开，两个人设计，两个是 engineer。你们谁是 engineer？ 上一个的腰杆。engineer 的工作是什么？的按键量是按。哦，哎，超好玩耶！超好玩。过去的游乐园没有这种概念，对，六个人共同。有些人可能是他们是忙于摄影，没有办法 engineering 修理，所以我很多开的方面都怪怪的。维持的脸。你前面也没有负责把他的眼睛打开，这是你们不对，你们应该从后面这样把眼睛打开。先用筷子先撑住，牙签的。但是这个真的超推的。这个跟刚才我们玩的那个米老鼠，这两个就值回票价。电动游戏的新纪元，超级无敌屌的。没看过的我们都觉得很好玩。那负责拉那个绿色的，然后光速移动那个是谁？那个很爽哦。真开心，就是。那个六个位置右上角的那个驾驶员可以拉那个光速推进器。我刚就是还好是哈利啊，他可能会没看到那个分店，就 pass。对，我可能就手放在上面，然后很慢的开。然后我在旁边我们要出发了，出发。OK， 我们走。OK， 我们走。好啊 ，Let's go， 我们赶下一个。Welcome to the cause. May the force be with us.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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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utside the wreck. Oh, that's so easy. This one. Oh, the border. Let's take it. Hey, 找到了，经常想要所有的周边，现在有。是因为是，真的，大家好像一直拿着。Have a great day. Great day. 来这里。好了，现在要去机器人了嘛？听说我可以做了，因为我可以玩的东西不多。嗯，对，是不是？哎，时间也少，天少，是不是？刚刚杰克跟我讲说，哎呀，没有让台哥做到那个星战，真的是后悔。他后悔，但是我呢，觉得我的命能保住。他问我说，台哥到底是有什么病？我说就是很胆小而已，没有什么病。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做。他没病，但是没胆咯，没胆好细嘛。很可惜没有做到啊。好晒胆啊，你知唔知啊？知啊，什么晒胆啊？小胆啊，小胆，小胆啊，小晒胆。下次我来的时候呢，我如果在那边会一直排着的，整天都在排着的。我跟你讲，所有的小男生、小女生看完蜘蛛人的电影，在家里都不妨会偷偷这样。对对啊，这个可以实现你的梦想。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这样无形当中，二头也练到了，哦，三头这边也练到了，现在整个肌肉线条不得了。对，你算是使用二头、三头的高手，非常推荐，非常推荐，这个一定要来玩。That's good。下一个，来，好，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哦。你们去啊。我们，你们呢？我得 check it out。你们都 check it out， 没？今天的工商时间。这个超帅的，这个真的。哒哒，好厉害哦！很帅，还有镜子。然后这边也有置物空间。对，这边也有植物。这边有小小的置物。对，这个超级感动哎！这个荧幕超大，超大，超 big。我是你洋洋的半个手臂耶，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有饭店感耶，就因为通常一般啊不会有这种小立灯，它有一个很温暖的立灯在旁边，这个很高级耶，然后有送这个啊，就是呢长途的商务舱呢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过夜包，包对，护手霜，因为在飞机上手老超容易干的，干燥。毛毯可以带回家吗？啊，不行，好软，而且是有厚度的，嗯，而且飞机很容易很冷。是，我帮你坐一下，感觉超棒的吧？哇，好有安全感哦，看不到我。对啊，哎，这太棒了。所以像想睡觉的时候，把椅子打有一个打孔，然后这门再关起来。哇塞，好幸福哦！比较特别是这个 Zero G， 它是零重力的，手动马赛克。哦，真的！我要睡觉地方，真棒耶！
玩的。这一次我们是托 Jacky 的福，还有 Jacky 的众多完美的同事，我们在那体验这个。然后 Jacky 刚刚讲了一个超级好笑的话，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快烂了吧？”烂的这个形容词太好笑，太传神，整个人都烂。走到烂。你们还玩得动吗？可以，完全没问题。看到身后这个残暴的摩天轮了没有？听说这个是这里的一个 icon。等一下，这是摩天轮。定位有点奇怪，对，日本人难以承受。日本人说摩天轮怎么可能这样？这会一直看到这种摩天轮。刚刚那个 Jacky 也给我补充一个小知识，就是在亚洲比较难看到这样的摩天轮，但在美国的话，他说这个 EGPG 海盗船队啊，那你一次坐到两个，就不用浪费时间。哎，没关系啊。左边那个云霄飞车有一种试管冲刺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它蛮慢速的，感觉很悠闲。有人尖叫，好了，本来我们是打算在那边就结束了，但是看到你们三位战意高昂，我们决定继续战到底。耶，战到底！好，船长前先问蛇哥，你烂了没？没问题啊，蛇哥最用的啦。Let's go， 加州迪士尼太猛了。这个大概有多好玩？这个大概是如果你喜欢云霄飞车，一定要来坐的，不可以错过。它的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呢是会在空中360度这样旋转一圈，然后有很多个轨道这样子一直上下上下。而且我觉得体感很长，就是比台湾啊或者是各大游乐设施我做过体感最长的云霄飞车。任何一个都长。对，3分钟。这个是已经玩过一 round 了，然后极品又在加速。对，各种。他们全部都喜欢的。很新啦，一开始先升到最高的就开始下去了。对，升到最高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没有，我觉得好像可以再高一点。对，会很期待要下去。我们现在的作品叫做《我的妹妹是神经病》。对，他们刚刚太开心，我耳朵快爆掉，他的那个声音声量很大。他现在突然间恢复理智，他觉得他不应该跟你们这样乱搞。我吃了，很好吃的，因为他们都开心，他们超开心的。你有看到后面那群人吗？我看到。你们不孤单，神经病有很多。对，我们下一个要去体验玩具总动员，对吧？哦，耶，这个应该可以。天哪，今天太开心了。这边已经是皮克斯世界了。哇，耶，下一张。哇，你们体力真好，我们出发。耶，走 ，Take it out。状态，对，该不会突然涨了？
你有坐过吗？我有坐过，而且我对面那时候是 Eric 坐的。他是这样，好啊，班长。他怎么会这样？好了，今天那个听长说，我们竟然玩了13个游乐设施，对，很猛哎、欸，太扯了。我对迪士尼的认知，一个人一天了不起3、4，就已经很满足了。对啊，然后买东西回家这样，来一人发表一下心得。那我先发。好，我觉得这是因为我很期待来这个加州迪士尼，因为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的迪士尼。然后之前也有看 Disney Plus 上面有这个建造这个迪士尼过程，所以我就对这里很充满憧憬。但今天来玩发现呢，它有那个历史感之外，有一些很新的，全部玩起来就觉得没有一个让我觉得不好玩，每一个都超级好玩，真的超级值得推荐大家来玩，一定要来试试看，超感动。谁快哭了？你快哭了？我觉得很感动，哭吧，哭一个给他们看。那我再酝酿一下。我自己的话是觉得，目前它在我心中算是，如果要选一个迪士尼玩，我会选 LA 的迪士尼。钟爱加州，我觉得我整个爱上。当然，我觉得东京是氛围感重一点，可是我更喜欢加州这些整个游乐设施体感很长。因为如果今天是我一个人来，然后可能要排2个小时去做这个游乐设施，我觉得很值得。走了。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买年票的那种，就是真的很爱来 Disneyland 的人。然后因为我英文没有那么好，所以会不会玩的体验感没有那么好，但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就觉得好像可以世界各国的迪士尼也可以试看看。你推荐给其他的日本人吗？勇敢的飞出来玩。对，推荐，跟日本的迪士尼完全不一样，可以体验不同的感觉。今天还要特别感谢两位特别辛苦的向导，欢迎 Lacy 跟 Philly。欢迎 Welcome， 大家好。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You guys have fun. Yeah. So nice. It's an amazing tour. Yeah. Thank you. 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两位平常带大家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吗？All the time. Oh my God. We are very used to it. 你说我们录到现在，我们的脚都烂了。请问他们的脚烂吗？ Oh, I lost feeling in my feet years ago. Honestly, I don't even feel them. 幽默，幽默。谢谢他们替我们那个加州迪士尼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印象。Oh no, it was our pleasure, guys. Yeah, you guys were a lot of fun too. It was a great d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Leslie.看到这个影片的观众，你一定要来加州迪士尼玩，看超级棒！这里有历史，这里有情怀，这里有乐趣，这里还有最新的科技，真的绝对可以让你感动。尤其是星际大战的园区，玩完之后你真的不枉此生，真的，你会觉得未来就在现在。Yeah， 好，大家辛苦了，要来加州迪士尼哦，太赞了，大推，喉咙都哑了。In your deep blue eyes, the day has begun. You spin around, you laugh to yourself. And I see you shine in every color, resting your head in my arms. You sing la la la.